完之后呢，它身体又会出一些汗，但是大熊猫呢又没有汗腺，汗腺十分不发达，所以它每次都要到这个水池里面去洗一下。它不光去泡一下，还要会洗洗头啊，洗洗脸啊，把自己梳妆打扮一番，就像人做完运动一样，冲个凉水澡，这样显得它的毛色特别干净。